蛋。对，这丫头长大了，一下子就长到1.65米了，比我还要高了。大家多多点赞支持妞妞啊！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妞妞的关注和支持。还有那些负面的评论，我希望大家不要发在直播间啊，因为始终妞妞越来越长大，她会有自己的思想，没可能像小孩子那几岁的时候呢，就动不动就笑，是吧？而且她在打歌的时候，没可能老是睁着牙齿在笑，对吧？我不可能打一首啊，对，还不健康，然后咬着牙齿打 DJ 的歌这样吧。所以呢，不要用你们的文字把你们自己的水平给暴露了啊！把你们的素质跟人品都暴露出来。对，因为你的文字说出来我没感觉的，但是人家会看到你发的东西呢，就知道你这人水平是怎么样了。感谢感谢 MAK 的肥牛火锅，感谢韭菜炒饭，哎呦好吃哦，送出的逆神花环，有人点了不再犹豫，是谁？喜欢妞妞可以给她点点赞，支持一下她。因为毕竟妞妞这几年来都可以说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快乐。好，她也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小女孩。越长越好看是吧？哎，不再犹豫。Thank you.
感谢感谢大家对妞妞的支持和鼓励，非常感谢。